给你点上心灯，今天我们节目这个阶段要来看的是泰国，因为许多观众对于莲生法王卢盛彦在2009年泰国之旅的影片有着广大的回响，加上曼谷的弟子也非常护持卢盛彦文集的推广，所以现在我们就来看2009年5月莲生法王卢盛彦亲临泰国曼谷，来到了密行堂这段珍贵的画面。开眼讲观世界界，开口讲开口道场，开耳讲闻声救苦，开心讲慈悲众生，开心足飞翔万里，开金身好好放空，嗡阿吽，是。我今天呢、来到这个曼谷。最主要就是要来看曼谷的这个密行堂，还有看这个林长啊，那个林林长，还有这个主事，还有所有各位同门啊，看到所有的同门，谢谢啊。一切的旅途劳顿通通都解除了，那我们也感谢这个莲藕法师哈，那每一次要说法以前呢、我都是要先这个按照密教的规矩，就是要先敬礼这个以前的这个传承祖师，敬礼这个了明和尚、沙迦正空上师、16世大宝法王卡玛巴、图登达吉上师，还有敬礼坛城的三宝。今天本来是要修这个金刚心菩萨法，那我稍微提一下金刚心菩萨法。这个密教，这个地密佛教，称为地密佛教。那么在印度刚开始的时候，释迦牟尼佛在的时候，是这个原始佛教，佛在世的时候所传的，我们称为原始佛教。那么佛进入涅槃以后，就是佛圆寂以后啊，就分成这个所谓的上座部跟大众部。这个部派佛教呢，那个时候就称为小圣的佛教。东南亚啊，所看到的这个僧人、出家人，那大部分像泰国来讲，大部分都是小圣佛教。那么小圣佛教在进化以后呢，在接着呢，在印度就盛行这个大圣佛教。那么大乘佛教的最后呢，就盛行这个密宗，就是秘密佛教。那这个就是佛教本身的演变啊。佛教的演变是先从原始佛教、小乘佛教、大乘佛教、秘密佛教这样子演变的。但是呢，这个秘密佛教并不是说在小圣佛教或者原始佛教的时候啊，它本身并不是不存在的，而是在
原始佛教小圣佛教的时候，他就有秘密佛教，因为那个时候啊，秘密佛教只有在一个地方盛行，就是叫做乌藏那，在印度有一个地名叫乌藏那的地方。那么我们今天呢、啊，这个修行的这个金刚心菩萨，他就是一个秘密佛教的一个教主。金刚心呢、啊，就是变成了他的这个形象出来的时候，就叫做金刚萨埵。那么金刚萨埵变成这个法力的时候，就叫金刚手菩萨。所以你修一尊金刚心菩萨的时候啊，就等于是在修金刚萨埵、跟金刚心、跟金刚手这三尊不同的名字，其实是同一尊。虽然这个密教密宗的这个释迦行里面就有金刚心菩萨百日明的这个咒语，那么你只要跟金刚心菩萨相应，就等于跟密教的教主相应。那么我们现在呢，念七遍的这个金刚萨埵的真言，七遍，七遍，我们念短咒就可以了。哦 ，Om Beja Sato Ha Om Hey，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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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ja Sato Ha Om Hey。可以了。那我们祈求这个金刚萨埵、金刚心、金刚手啊，加持大家一切平安吉祥。那么现在呢，你们在修法上有什么疑问的，那么请你们这个举手，那么问问题，那么我能够回答你们的，我很快的就回答你。我问师尊，我皈依23年，但是这个金刚心菩萨话还没有响应，这是不是也有什么业障？我看很多同学都有这个问题，请。好的，还是什么叫做相应？好，我现在讲给大家听。所谓相应啊。所谓相应，就是这你修的这一尊菩萨天天跟你在一起，连一分钟都没有分开，这个就是相应。如果你能够感应到，你自己感应到，你接受到你所修的法的这一尊佛菩萨金刚护法空行诸天，天天都跟你在一起，时时都跟你在一起啊，你跟他讲什么他都听得到，他跟你讲什么你都感觉得到，这个就是相应。他要给你指示什么，他可以在你修法的时候让你感应，在你禅定的时候让你感应，在你的梦中跟你感应啊，这个就是，而且你感觉到你觉受到他没有离开你，天天在你的身边，甚至你跟他合一，这个就是相应。他现在啊，所问的问题，他皈依那么久，
一直都没有相应。好了，这个就是说，那你呢，也就是菩萨呢，在很远，那你呢，就在这里。那你要常常请他来，你要请常常请他来，哎，请你菩萨啊、哦，请菩萨来，哦，进入我的心中，让我心里打扫得很干净，请你住在我的心中，时时跟我在一起，好、哦，那个时候呢，他就常常跟你在一起，只要把你的心打扫干净，请他进到你的心中，那么这个有咒语叫做炸哄班货，炸哄班货，炸就是很远，哦，哄就是接近到你的头顶上，班就是化为光，货就进到你心里，啊，你就变成他，他就变成你，这个是叫密教的修行。密教的修行啊，现在我比一个炸哄班货的手印啊给大家看。炸哄班货，炸哄班货，好，你翻译，讲的太多。哎，有一次是真的，他是有发生事情，他有个信息进来，告诉我说该怎么做，但是没有看见神像的。信息进来如此大这样子，啊。这个有信息进来啊，让你知道应该要怎么做，这个就已经有在跟你启示的现象。那么你要看见它，必须要你自己修到完全清净的时候，你的眼睛才能够看见它。各位观众，台湾雷藏寺每周六护魔法会，莲生法王卢胜彦亲自主坛。五月份护魔主尊有除盖障菩萨、大轮金刚、护世四大天王、真佛大传承、真佛大感应。详情请电0492312992。卢胜彦文集最新著作《与开悟共舞》即将推出，请您密切期待。